買樓最重要的三大因素，第一個因素就是 location， 這個地方的防守性有多強，增值性有多強，最好的標的就是接下來這幾年政府會大力發展的區域。而在香港區域2030的規劃遠景及策略之中，有一張規劃圖，你可以看到香港會分為兩個都會區和兩條經濟走廊。如果未來看好哪裡，我們應該將目光聚焦在北部都會區，而在北部都會區這麼大的地方，我們應該選一些和兩條經濟走廊有相連性的地方，分別就是元朗和粉嶺。因為未來香港的趨勢一定是背靠內地，形成一個大灣區的經濟，所以同內地經濟合作交流會越來越密切，甚至整個政治經濟核心都會不移。維港都會區最主要都是對外資，北部都會區就對應翻中港兩地的企業。不過北部都會區有沒有一些好的樓盤或者便宜的價錢？元朗有 Grand York Hall， 如果粉嶺暫時沒有什麼特別推薦。作為第二 CBD 的啟德、觀塘、九龍灣的商區，值不值得推薦呢？都值得的，就好視乎個價錢，同埋都要睇翻個 timing 去買。二樣嘢就 timing 係純盡工程，你喺啱嘅 timing 買落去咧，係蝕得少賺得多嘅。大部分人都會問幾時才是一個買樓的好時機，如果你有一個水晶球，這件事就很容易做到，事實上我們都沒有，我們只可以根據我們的認知，對市場和經濟周期有足夠的理解，從而做出一個比較合適理智的選擇。成功留底那些人除了有一個好的眼光，都有少少運氣。如果你不要求留底，你可以等樓價跌定了，真的轉角向回上那陣你再買都 OK 的。香港有句說話叫做寧買當頭起，莫買當頭跌，這個都是一個策略來的。而個策略就是有智慧不如趁勢，只要個趨勢上升的話，其實你買樓都不需要太大的智慧，你可以掌握的時機有幾鬆動，就似乎你可選擇的範圍有幾闊了。例如一個屋苑一座大樓，由三樓到四十樓都任意你可以選的話，那你很多選擇，我不買十樓，我可以買十一樓，買九樓，我買二十幾樓都得。但是有些市場得1001件貨，你不買，第二個買了，你基本上要十年後或者是呢世都買不到。就好像最近成交的中直道46號，有個神秘的買家用了11億買了呢塊地皮，連上面那四間屋尺價就65000元左右。似呢種超級豪宅的優質貨，你話市場多供應呢？又不是，整個市場山頂的獨立屋其實很少選擇。而我相信這個買家除了看這個屋苑之外，都有看過其他屋苑的，只不過可以令他心動出手的真的很少。因為這單deal業主對買家的付款能力都挺大的要求，根據個成交紀錄冊的顯示，買家要在一個月內走這11億的數，即是個買家真的很有實力。設咁有實力的買家，他自然有一個基金經理或者一個資產經理幫他打理所有嘢。他會不會認為今時今日買這層樓是一個比較大風險？一定會。但如果他不在這個時機買，假使這件貨賣了，他要再買回這件貨的可能性高不高？基本上很難。不過這些極端 case 就比較少有。第三就是資金能力，你夠不夠資本 hold 到一件貨捱過這個樓市的周期，或者在樓市的低谷你仍然保持有足夠的現金去抄底。今天分享就是這麼多，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